我呢件作品咧就係based on 女性啦，咁我做嘅作品主要都係女性同女性有關嘅身體啊各方面。咁我成日心入邊都有一個疑問嘅，就係究竟即係女性咁注重身體，咁即係好著意咁去裝飾自己啦，咁究竟係佢哋自己中意啊，還是係受著咩影響咧？咁我就希望藉著作品一個女性佢會點樣去裝扮自己嚟反映出嚟咁樣啦。點解會用膠袋嚟到做創作嘅材料呢？其實就係希望即係啲人關注一下即係嗰個環境嘅問題，因為環境嘅意識咧，即係喺當代人嚟計咧，其實嗰個感即係對於周圍個環境個感覺其實係弱咗好多。咁但係我哋都知道譬如有一啲嘅問題會出現咗，例如譬如膠袋嘅濫用咧，就會令到嗰個環境其實係一個受到比較嚴重嘅破壞。咁所以我嘅材料就係特登用一啲咁嘅回收翻嚟嘅膠袋咧，就愛嚟做成作品，然之後攞翻《山海經》入邊嘅形象嚟到去即係做翻出嚟。咁點解又會同《山海經》有個關係呢？其實因為我覺得《山海經》咧，其實就係古人咧，即係佢哋以前對環境嗰個意識，即係所一個感應而寫成嘅。咁當中有好多我哋唔知係真係假嘅記載啦。咁但係呢個都唔需要去考究，而佢哋真正係同嗰個環境嗰個關係係比較密切啲。咁所以我就將嗰個現象就會咁樣結合咗，咁亦都係一路會繼續再做落去嘅一批作品。咁另外喺